宝静，你要吃这个圆圆的吗？有啊。这个要吃吗？有啊。它还有黑糖菠萝包，看，还有牛角。我吃圆圆的。你要吃圆圆的，这里面是红豆，对。要是里面是红豆，你不喜欢吃啊？吃那个。来，这个给你。这个老板会拿这个给你哦，这个好不好？好。来，付钱。